愿观佛心行，佛乐利性命。我的心情啊，依着佛乐也有我，唔通袂记得你一切的恩惠。以用诸法，以用诸爱仁爱，最冠冕福利，用各项的好物给你满足。以赦免你拢总的罪，以好你拢总的病，以救伊脱离迄个死亡的陷阱。用仁爱甲慈悲做冠冕福利，我深信啊，你着无了幸福，着无了幸福。即时请起立，来接受上帝的十条诫，来做咱的敬圣。上帝的十条诫，我以外，你哪有爱上帝？
命，经文第二十四篇，也就是诗篇一百十篇。经文第四篇，转底啊，就对上主欢呼。就唱欢乐的诗歌来到你的面前。咱依从着咱，咱上帝。并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，就感谢伊，就称伊的名，伊的慈爱永远不断，伊的信实做到万代。愿上帝将咱所读所启的伊的话，即时现时来听汝说。